我现在是从纽约回悉尼的飞机上，然后现在的时间是2020年7月6日。刚才我问了一下空中小姐，然后她说这趟飞机上只有36名乘客，36人，而这是一架波音777飞机，可以容纳291人，现在只有36人，是不是很夸张？历史时刻。